还好。这到底谁主题？是你的主题？这不是我的，是酷配。嗯。所以把它，我为什么大家都要设一个这样子的东西，这样子的音乐当 menu？ 他不然等一下我们就把它。那个，那根本就那么难听，为什么？又不是，好烦哦。嗯，我们要套这么多。哦，好，那开始了。那在 Stan Valley， Stan Valley 的话，我现在因为今天八点零更新不久，所以 BD 控有他恶心的那个香蕉皮无线段已经消失。不过换来的是空前的潘金剑。对啊，他的 buff 大概就是恶心高金剑。对。有听说是、欸、哦，没有回不来了。回不来了。听说是第二个香蕉皮，哎、欸、啊。这就是男子汉的那个男子气概的感觉，见武士道就是这样，见士道、骑士道，对不对？原则就是这样。好，现在是 Smash 手两命。嗯。虽然我会觉得其实比赛你不该这样，因为比赛就是测试实力，失误也是。实力的一环、嗯。对啊，对啊，对啊。就看你要怎么去。好、啊，如果大家，如果我今天这样子的话，大家欢迎那个地面的那个。但我觉得怎么玩是每个玩家的自由。你又不是讲爽的。重点是，如果我今天是灭命的话，大家欢迎跟我同个命数没有关系。哦，想要用那个贝尔前 Smash 抓的那个第二是吧？两个打得很近，对，哦，就是手边很压力很大，嗯，其实没差吧，真的有回到四代的，啊，有啊，对啊，艾雷达、李总，真的，两个都不在比赛，啊，好难过的一点，不会啦。把事情灌醉在年份是，我觉得是很蠢的。把事情灌醉在年份是，我觉得是很蠢的。好，那个。现在继续干的游戏。哦，一个钱慢。小蕉皮的经验是收掉了。哦，漂亮的那个。哦，这个 combo 很好。一个连续，然后再把香蕉皮往人家脸上砸了。对，猴子的战法。一般是马，可是猎力孔就是枪，是吧？哦，阿贝尔阿 Q， 然后接阿贝尔。哎呦，刚刚那好近。哦，这是选成高回场，被抓到对。对，那他应该是有注意到 Dixie 一直尝试在抓，啊，两个都很接近哦。对。哦，这个。一个很好的转向。哦，这个还哦还好跳，哎呀。错边了。可这种时候不会有人帮你掉命。对。救命，死掉了。对。好，恭喜。都给都你拿下这一胜，一胜一胜，局是对决。啊，对啊，一胜一胜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终于。没关系啊。嗯。嗯。Start the battle. Mario. Diddy Kong. 一样也是这个三个马里奥。哦，那对，应该我不觉得两个会不想要这个努力啊。我觉得，因为 D 控难杀，应该比较想要
那种小红利啊，对吧、啊？就是边比较近。对吧、啊？而且 T-Coin 不算真正的中的啊，那马里奥就他高度好像比较低，哎吧，我不确定。反正我讲错了算了，我反正不负责任。哎呦！哦，阿贝尔。因为我觉得露米他香蕉皮丢的位置都很好，就不会让对方可以去捡的位置。对啊，所以他都有好好的把它捡起来，对啊，做进攻。哦，不过很好的 take turns 抓了手边。对啊。他直接用横前低进入了优势，不过 Dixie 还是抓好。这个。不过刚超级冲刺直接走，冲刺冲刺走。对。哦，哎呀哎呀，这个应该是要杀了。应该是没有想到他会把盾解开了。他应该没有意识到他会那个，他会真的绊倒人。有时候就是这样，就是所以反应很重要。哦，首先。哦，直接用哦，这就是吉利孔。吉利孔的永远都不要忘记，吉利孔的阿贝尔啊，上墙是可以杀的。对。哦，直接用加比绊倒他，然后解围，然后都再用前跳，做空前。应该是那个当跳。当跳，对我讲错。我等一下。膨胀。看起来是有一点难追喽。嗯。对。一起不太妙，不太妙。那怎么走掉？嗯。哎呦！这个位置被抓到了。直接落地点被抓了。嗯。我觉得这是马里奥 up smash 的名字哦。我也忘记他知道其实很强，但是看起来大波段其实很强。对。哦，现在，哦，这个不会杀，弟弟孔。哦，把花生抢回去。嗯，哦，又来。哦、有了。哦，就是有看准。对，连续两次都没有放掉机会。而且没受多少伤害受掉。所以 ，Dixie 现在很麻烦哦。对啊。不过马里奥是这种接几个 combo 就88的角色，所以 Dixie 还是不能大意。不是那个谁，卢米还是不能大意。那，我吉利矿也感觉也算是至少也有四十趴的。对。哦哦哦，我这个彩头可是还好，那个 Dixie 还有跳。对啊。哦哦，前摔，然后把他把到左边啊，没有左边失败。哦，这个是机会。有。哦，这个是。Dixie 的机会吗？他、反败为胜就靠这一次了。对，就靠一次抓了。对，都是当天。可是 Dixie 统计是个不太好抓的角色。不太好抓，真的到处乱跑，猴子。哇，香蕉皮刚刚拿掉，直接扔掉，有点可怜。对。我的现在香蕉皮在身上。哦，应该是，哎、欸，哦，对，想起来，我看错趴了。想要用那个香蕉皮做一些小 combo， 不过不知不觉其实，因为以低空那个轻度，其实 Dixie 再引起个 neutral 就有机会杀。哦，这回是，哎呀，啊、不是这个，应该是想要。哎呀，被逮到了，可惜了。那恭喜卢米获胜。都可以啦，没差。其实一局大概一局像获胜都是没差。